我打算背着你黄阿姨跟这女的处一段时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呀，是这么严肃的问题你问我不合适。那我问谁？你得问你后边那个。爸呀，你挺住，你挺住。黄阿姨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好那个老钱呢，啊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老钱，哎，你还是人吗你啊？昨天还给我发微信，说每天给我三个一，这么快就忘了，啊，你就不记得了？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每天给你唱一段歌，每天给你跳一段舞，每天送你一个温馨的祝福。你把这祝福送二山去吧。别别，哎，大妹，大妹的，大妹的，大妹的。那个我说的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，刚才不是真的啊，哎，我真真的听你嘴里说出来的，它不是真的，我真不是真的。爸，啥也别说了，你过来吧。阿姨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咋能干出这样的事呢？站好了，李正少息，李正少息，少息少息少息。儿子不能再上学了，再上学就开裆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怪不得，怪不得我一进门二米粒这么生气。你干出这样的事我也生气。黄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未有这样的父亲，家门不幸啊。来人呀！什么家门不幸？你这是干的啥事儿？你怎么教训我来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找个鞍山。教训你好。我跟你说。你就是托塔李天王第四个儿子啊，第四个，这话怎么讲？老大金吒，老二木吒，老三哪吒。我呢？你是人渣。对，你说这黄阿姨，我支持你。你支持什么玩意儿？你就是老五，豆腐渣。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咋成豆腐渣了？你起来吧。那个黄姨呀，你别生气，那个我爸对你绝对是真心的，刚才买一大堆鸡翅回家让我妈给他做可乐鸡翅给你吃呢，刚才我爸演的那都是钱世峰干的损事儿。啊，咋回事啊？你不是我太冤枉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上班拉去吧。啊，还你冤枉，来自己看，来看，来，臭不要脸。怎么了？怎么说？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，过去。嗨，哎呀，这封信从哪儿找的？就从那本书里，你赶紧老实交代。交代啥？这封信我写的。看见了吧，爸，承认了。行，钱顺风，你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你啊？啊，赶紧告诉我这人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我妈。你妈？爸呀，你好好看看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封信的笔迹是我模仿你的字体，我写给我妈的。那时候我妈还活着呢。哦，对对对。是模仿我的笔记，但是我的字儿就这么磕碜吗？这跟字儿没关系。那我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模仿我的笔记给你妈写情书？哎呀，那年我跟二美丽刚结婚，准备去度蜜月去。你好好想想，就那天你跟我妈大吵了一架，把我妈气得回鞍山娘家去了都。对对对对，我这一想，我哪有心情还度蜜月啊？我就模仿你的笔记给我妈写了这封情书，我亲自送到鞍山我妈的手里，我的目的就是让妈能够原谅你，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啊。那不对呀，那按你这么说，这信应该在你妈手里呀。是我妈一看这封信就识破了我的阴谋诡计了，气儿也消了。我说妈，你赶紧回家吧，这封信我就撕了它。妈说不撕，你等这个老东西回头再犯浑的时候让他看看。把书里给忘了。啊，我说的嘛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跟我干仗了啊，处处事都让着我。啊，爸呀，这不因为你有这么个优秀儿子吗？媳妇儿啊，你明白了吧？我小时候啊，就是从这种家庭环境上长大的。我爸我妈就老吵架，哎呀，我那小时候这吓得我心惊胆战的。所以说我长大以后，特别是咱俩结婚以后，我就希望所有的家庭都和和睦睦的，所有的小夫妻永远都没有吵闹。爸呀，现在不是提倡绿色地球吗？我觉得更应该有
绿色家庭。田月芬，你这说的可好听呢，那你还天天总跟我吵架。街坊邻居们能给我作证，每次咱俩吵架都是你骂我，每次咱俩打架都是你挠我。那我那不是对你打是亲骂是爱吗？二明 啊还生气吗？爸，我不生气了。生气，但是有个人还生气呢。谁呀？儿子，把那板凳递我。哎，哎，爸呀，干啥呀？咋的了？你问我爱你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。哎，爸爸，人呢？人家走了。大妹子回来，还吃可乐鸡翅呢。哎呀，我爸太高了。来，媳妇儿来，轻轻的一个嘟嘟。上班了。